吃饭了。嗯。哎、欸、呀，你当。好，你下你。我注意，我看你是安怎啊？朱茵姐，咱是两国语啦。对啊，两国语啊，单学鸡啊，鸡嘛，鸡啊，单学鸡嘛，是。鸡啦，我爱鸡，我较爱念鸡。鸡啊，系啊，鸡。爱鸡多，你鸡啊。鸡，你话奶鸡，唔是奶鸡。挤奶，奶。我无想要坐轮椅的天道呢。哎，我一生一生当中，我第一届坐轮椅的，第一届。你要向这边过吗？我会瞄那只米。他谈得到。我是什么命运？阿妈，我不会坐轮椅啦。阿妈，那我有坐鸵鸟筋呢，我有坐鸵鸟。等我去吃鸵鸟筋，再叫我坐轮椅。上礼拜我打赌，对我输的话，我就要穿女服装。但是因为我们决定了穿女服装，我们觉得有点对不起他，所以呢，我把你用一点比较神圣一点，神圣一点的女服装，也不是。我起鸡皮疙瘩，我也起鸡皮疙瘩。大家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可不可以不要占用主持人的位置？新梅姐蛮好的，今天喝酒不是你，然后说新梅姐喝水。新梅姐，新梅姐，我要在 TV 上惩罚你。沈哥，看到没有？沈哥，我要在 TV。今天我就这样子来采访你，我好恶心。你要这样采访我？那好吧，来。不是你又没有化妆，你要稍微化妆。等一下吗？等一下吗？等一下，他会用的摇椅要给沈哥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你要化一点，对，怕我们认不出来。好，有点吧，我才会接受你的爱。哎。我我是美少女战士小智智。太妖艳了！等一下我就坐在你的脚上看你弹琴。Oh no！ 我不会弹，我只能阻碍您弹琴。真的？今日限定，以后每天都要这样。我操！老师喜欢这种吗？对。导演，老师 OK 了吗？我们还有一个单元还没录哎。真的抱歉，然后不要重录。写信集好棒。可以啊。可以。谢谢，不谢，加油，加油，要赶高铁吗？把他带回家，把他带回家。小心弄到你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